晚上好，晚上好。我在酒店，我刚到酒店，帅个睫毛。我回四川了，但是还没有回去。你看一下我的东西，我的行李。你们吃饭了没有？加油！好的，好的，我会加油的。就放在下面播吧，是没地方放我的手机。我知道了，把那个凳子拿过来，吃了是吧？我也有点饿，但是我还没有吃饭。我想吃一坨泡面，但是呢，这个房也没有泡面的，我问一下，我打电话问一下前台有没有吧。今天我一天都还没有吃饭，然后有点饿。哎，叔叔们，前台的电话是什么？是商务中心还是总台？还是你回家干嘛？回家处理事情，家人们。然后我希望待在四川总台是吧？喂，有没有方便面？有的，把我送一包上来。嗯，好，嗯，对。这可能没有，他帮我问一下。有点饿，我肚子好饿。其实我今天一天都还没有吃饭，家人们。哎，这没有人关心的人就是这样子。哎，应该是有点感冒了。应该是没有。喂，没。我就是不想下去，所以想着你们有的话把我送一下，知道吧？嗯，好好，没事。他说没有，他说没有就算了，家人们，没就不吃了，没有就不吃了。我的头发绑起来吧，因为我刚到这里，然后睡了一会儿觉，还那个。一天不吃饭，对呀，主要是不吃饭也没事，但是呢，主要是我等一下要吃药，所以呢，就是不吃饭，我怕就是吃药下去不好，知道吧？还是不管了，就那样吃下去。谢谢点赞，谢谢。嗯，出去吃点一点饭，出去吃点饭，吃药必须得吃饭。嗯，对，就是我就是怕吃药，等一下吃没吃饭就把药吃下去，我怕就是不好。要不然我饿一下也没事，就是减肥嘛。减肥没事，现在谢谢点赞。这个灯光的问题啊，家人们，这个灯光有点就是怪怪的，我不知道怎么去搞。这个灯光怪怪的，那我坐这边怎么样？嗯，坐这边好一点，坐这边好一点，坐这里好一点。
谢谢点赞点赞，谢谢，感谢你们点赞。吃恶洗衣什么意思啊？你为什么回去？我回来办事情啊，这样吗？我回来办事情啊。我在外面，我只是过去看身体。我一直待在那里不好啊，没事干，然后一直待在那里不好。谢谢谢谢点赞，妈，怎么换个号，换个直播号？嗯，我因为我这些号都是用我自己的，就是自己的人那些，申请的嘛，所以呢，我现在暂时没有别的号了，这样，暂时没有别的号了。谢谢点赞，谢谢谢谢分享直播间，感谢家人们，帮我点点赞赞。对，要换个号，到时候看吧，到时候看吧，到时候看吧。就是抖音，哎，有的时候想，有时候也想，就是不想玩了，就是，玩这个抖音嘛，玩的人不像人，鬼不像鬼的。出来了，没有了，已经没有了，你看见吗？快了，两三天就不见了。你们放心，它只是一次性的。谢谢点赞进来的，帮我点点赞赞。谢谢送的花怀，谢谢，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感谢你们的支持。然后还没有关注的呀，不关注就不用了，关注就不用了。又，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我的人。瘦了，我的脸还有我这个肩都是这么大，这个脸就是这么胖，不知道为什么，家人们，谢谢送的这个小爱心，谢谢送的粉丝灯牌，对，给阿紫点点粉丝灯牌就可以了，家人们，阿紫加油，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我会加油的。你怀孕了，怀孕了是不是？是啊，我怀孕了，你看，我怀鬼的孩子。我怀不知道是怀谁的孩子，反正我怀孕了，我自己不知道是谁的。脸不胖，脸胖就是我身体再怎么瘦，我的脸都是胖的。就你们看嘛，就是整个脸就是这样子，很大很发那种。谢谢点赞，谢谢谢谢谢谢，不胖，我刚刚撤了97斤，97斤，越来越瘦了。刚刚撤了一下，因为这里面有一个撤，我撤了一下，才有福是吧？是个人都说我的脸就是长相就是很有福，但是呢，我感觉不是的，我感觉一点福都没有，我感觉有福的也不会一直这样子，对不对？还是有福气的意思就是啥意思？我也不太懂，太瘦了不好看。好的好的，但是呢我没办法，他自己往下掉。悠远爱你，谢谢你们，换个号带货。哎呀，就是家人们，这个我的号呢，就是别人一直乱搞嘛，所以呢就是我的号，以就是分啊那些都掉完了。你们不要说我怀谁谁的孩子，小心人家的老婆打你们，真的，话不能乱说的，知道吧？娶老婆要娶有福相的，是吧？但是现在的话，现在这个年代的话，就是一般男孩子都会喜欢那种看起来就是瘦瘦的，像骨头一样的那种，他们就喜欢那种。要像我们这种有点胖有点微胖的那种，看脸看上去有点微胖的这种呢，就是看起来就有点大大方方的那种感觉嘛，所以呢就是有点成熟，知道吧？万福香，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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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的点赞，谢谢你们的框赞，谢谢，感谢家人们。对，我们点点赞赞，再瘦了不好看，不要再瘦了。好的，但是我也没办法，他自己往下瘦的呀，家人们。对，没有加入粉丝团的加入一下粉丝团，加入一下粉丝团。
两个男人都得不到，对呀，别人是我得不到的男人，知道吗？别人是我得不到的男人。哇，谢谢送的礼物，谢谢。我们就不说了，别人是我得不到的男人，知道吗？你整天不吃东西才瘦的。因为一个人嘛，一个人的话就是也不想吃什么东西，家人们就是在外面的时候跟我姐一起的话还经常一起吃的话还好，现在我一个人在这外面闯来闯去的话，我有时候我自己一个人不想吃东西，吃不下去，我想有个人陪我一起吃，但是呢没人陪我吃饭，我去找谁呢？另外办一张卡是吧？好的好的，但是我听说身份证好像不能办很多卡，对身体不好。好的，找个男朋友。哎呀，暂时不想找男朋友，家人们，暂时不想找男朋友。谢谢你们点赞，还有谢谢你们的分享直播间，感谢我家人们，感谢我干爹干妈们。阿紫长得这么好看，不需要整，我也没有整呀，家人们。她就是我姐，哎呀，我就是有点，就是看到人家这里有一个酒窝很好看嘛，然后我就是想要我姐他们，刚好我姐我跟着我姐去那个他们的那个医院嘛，然后我说我想弄一个这个，然后我姐就免费给我弄的，然后她弄的是一次性的，不是有酒的，你是不是现在过都快没有了？是不是前几天是不是很大？现在是不是快没有了？是不是的？可不可以？是不是前几天很大？现在是不是都快没有了？自然美才是美，对的对的，但是我不美啊，我不美，快没有了，你们看一下这边的话都没有了，你们放心吧，干爹干妈们，你们的爱子还是那个样子的，那个样子丑，那个样子胖。但是呢，我觉得人打不打扮是很重要的，就是不打扮的人和打扮的人是很有明显的就是区别，就是你看吧，我姐的话她自己就是做美容这个方面的，所以呢她的话就是经常就脸保养的好呀干嘛，所以你们现在都说我姐像我妹妹，对不对？阿紫，你回四川要保护好自己。好的，我必须得会保护好自己的，多打扮。好的好的，晚上好，晚上好，好好找个男朋友。讨厌，我不想找男朋友，暂时不找男朋友，暂时找男朋友的话，我觉得又有很多黑粉会说掩饰的掩饰的，对不对家人们？肯定会这样子说的，肯定会说啊怎么又开始掩饰了，这样子健身才是健康是吧？对，我姐的话她就是也经常健身嘛。你好你好，谢谢你们的点赞，谢谢，感谢家人们的支持。我现在还没有回老家，家人们，我现在只是回了四川，但是我不说我大概的位置啊，我不说我大概的位置，因为有人就是说我不要把大概的位置告诉，就在直播间里面说，所以呢我不说大概的位置，但是呢我回四川了，家人们，我回四川了。对，处理什么事情再找，对对，处理好了再找，要不然现在的话我感觉我身边出现一个男人或者有一点风吹草动的话，我感觉就是很多人都会说哎怎么怎么样了，就是那种家乡好。对，我还是喜欢家乡，我还是喜欢家乡。对对，是个好哥哥，对的，但是我们就不说了好不好，不说了，有些事情呢我们也就是不想拿在直播间里面来说。